这两天啊，对咱们那几位东北来的客人，可能是一种煎熬啊！看了一冬天雪了，到夏天还要看雪啊！ 哈哈哈哈哈！现在北京下雪少了，北京没那么多雪了，一年。看看这边雪也是，别人到挪威来都看山景，咱们来看雪景呢，也不错。这个白茫茫一片啊，雪白雪白的，雪白雪白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咱们现在好多地方下雪已经不是雪白的了，它是雪黑的了。 然后后边车厢里，因为这车厢分段的，那个空调是分区的。我前面我跟驾驶座这边的温度跟后边不一样，因为后边冷了热了，跟我们机师跟我说就是啊。啊，我们外面大巴都分区空调，所以一般我前面的温度都比后边要凉一些，我会把温度调的高，所以你后边如果热了，跟我说。 盖罗，你只要记得啊，在这边下雪下那么大，因为这是滑雪圣地，就行了啊。
啊，咱们也要去德国的，咱们正好今这个行程里边有德国，啊，这一集正好介绍德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德国是怎么崛起的啊。这片土地上，连一个名义上的国家都不复存在时，人们想起了德意志诗人席勒的一声感叹：“德意志，它在哪里？我找不到那块地方。”席勒的朋友歌德则干脆说道：“没有一个城市，甚至没有一块地方，使我们坚定地指出，这就是德国。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，答案是。”这里是奥地利。如果我们在柏林提出这个问题，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。德意志在哪里？这个历史性的问题拷问着每一颗德意志的心。德意志的诗人们用诗句探寻民族的味道，德意志的音乐家们用音符抒发抗争的激情，德意志的哲学家们用理念激发至高无上的国家崇拜。Das große Thema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es 19. Jahrhunderts war Freiheit. Deutschland war kein Nationalstaat, anders als die Freiheit. Was bedeutete Freiheit? Was wollte war die Freiheit?
Thank you.